各位亲爱的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兄陈学进陈老师。昨天的一个恐慌下杀，因为华为的冰风暴，还有共军台海的一个演习的关系，使得昨天盘中指数一度恐慌大跌600多点。那个时候，我问各位，市场上有谁敢买？有哪一个专家敢买？我敢说啊。绝大部分的一个专家昨天一定都不敢买，一定都是看到今天大涨上来了，哇，才开始又非常的一个慌张，赶紧带着他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去追价，去追涨停板。但是为什么在昨天的一个时候我敢买？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嘛，你想想看，共军的一个战，共军的一个台海的一个军演，还有华伟冰风暴。这是经济性的利空还是非经济性的利空？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这是非经济因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嘛。我过去也都跟大家说过了，如果是属于非经济因素的一个影响，利空的一个冲击而拉回的话，那么通常不用等太久的时间，很快的必然会怎么样？再上涨上来。那么第二个，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如果说用一个月的一个让一个月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未来可以换来3个月的一个大行情，所以昨天一次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到位啊，并不见得是一件的一个坏事嘛。那你想想看，昨天既然一次修正到位，一次的一个回撤，大师兄跟他说的12327的一个关卡之下。昨天出现了一个恐慌性的一个超跌，这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既然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别人恐慌、担心、害怕、不敢买，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带着我们的一个全国会员朋友，再度大捡便宜货。我们昨天买了哪些的股票？来，包括的一个虎虎生风，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昨天急杀，盘中急杀，你敢买？昨天现买现赚，昨天翻红，今天持续的一个这样，持续的一个翻红，开心赚，跟着大师兄，好事就是会发生。包括的一个这样，预期9802预期这一档的股票，也是大师兄在 Telegram 无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昨天恐慌急杀，你敢买？你看今天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停板就是你的。甚至在今天的一个早上，你看，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说，我说122.5，这就是一个机会。早上盘前就已经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先预测出来了，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是事先规划好，买黑不买红，今天马上享受赚涨停。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今天要跟谁啊？你今天要跟谁啊？你看都事先讲在前面啦，我相信你也看到了。所以你想要在市场上能够开心赚钱，你要跟谁？当然就是要跟着大师兄就对了。包括的一个广电广岛之恋，我也跟大家说过。你看昨天急杀下杀拉回，我们敢买，今天马上又再度的一个开心的一个涨，开心的一个赚涨停。还有这一档的一个生生不息啊，也都是我们在 Telegram 啊，领先无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档股票。你看昨天下杀，你敢不敢买？我们昨天买在最低点，9:31，昨天买在最低点，买进之后尾盘的一个涨的一个上涨上来，今天又怎么样？立马的一个开心赚涨停。你可以看到跟着的一个大师兄，好事就是会一直一直不断的一个这样一段的一个降临。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上的一个投资朋友，真的啦，标股训练的 Line 的要赶紧啦，赶紧做加入啦。那么今天大涨上来之后，后市的行情怎么看？很简单啦，就如同我跟大家说过的，盘局出标股嘛。虽然短期之间呢，预期啊，指数可能会在季线在前高，季线大约是在12100点附近，到前高13000点，可能会在这个区间，进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所以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看这些的一个中小型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下，那掌握中小型股，我可以告诉你，大师兄我最厉害了哈，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家数达到48家，那大涨超过5%以上的一个家数，达到的151家，那并且你可以看到，今天是季线翻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第54天了哈。那昨天下杀，大家很害怕，今天立马的一个这样马上的一个大涨的一个上来哈。那今天大涨上来之后，虽然短期会做震荡，但是啊，未来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还会再跌破很多人的一个眼镜。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既然呢、啊，在过去3月19号8523点的时候，哇，当时很多人市场上看坏，很多人恐慌，告诉你赶快卖股票。我敢说，全市场只有大师兄告诉你，这是一个百年难得好一见的一个好机会。别人过度的一个恐慌杀过头之后，必然会有一波的一个报复性的大反弹。结果从8523点一路大涨来到的13031点，你可以看到完全掌握。完全命中，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哦。那么，既然过去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哦，都逃不出我们手掌心，那么未来的一个目标到底会看到什么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师兄知道别人知不知道我不晓得啦，大师兄知道哦。你想把握、你想知道的投资朋友来明天这两场的一个讲座非常重要，早上在中立，下午在台北。那这两场的一个讲座，我将告诉大家，未来的一个行情到底会上看到哪边？包括的一个让盘局出标股，小鬼当家哦。所以在现场，我还特别会准备一份原刚接班人的一个机密的一个报告免费送给大家。只有现场才有哦。那这是免费的一个讲座，我是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哈，那怎样来取得预约免费的一个资格？很简单哦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加入我们的 Line 的或 Telegram 你就能够免费参加这场的一个讲座。所以在这场的一个讲座我另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个主轴，包括有我常说是珍珠就会发光，是好股就会发亮所以你可以看到随着华为的冰风暴的一个来袭，这个时候你更要了解到底什么股票可以买，什么股票不能够买。那么这些你务必要能够一清二楚。那么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买，什么样的股票不能够买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IC 设计的一个联发科那么联发科这一波的一个急杀下来，那短线受到的一个华为利空的一个冲击那冲击急跌之后它必然会反弹那今天反弹上来能够去追吗？能够去抢吗？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要好好想清楚那这一波的一个反弹上来，他渴望反弹上看到哪边？我想这些你都一定要能够一清二楚如果你不晓得一个投资朋友，来，你带到会场上来，把你的一个持股直接带到演讲会场上来，大师兄来帮你。我敢说啊，我一眼我就可以看出你的一个股票到底该不该留，还是反弹上来你要懂得做换股，很重要啊。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千万不要跟自己的一个荷包开玩笑不论是联发科也好，包括的一个射频元件的利基也好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盘大涨200多点，为什么利基今天还是持续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跌？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能够去抢吗？能够去追吗？如果有反弹上来，他渴望上看到哪个地方？我想你都一定要知道嘛包括的一个 PA 功率放大器，不论是文茂、宏杰科、全新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啊，过去好多的一个人，好多的人啊，甚至外资告诉你哇 PA 看好，那看好很奇怪，为什么股价会跌下来？也代表说有人卖嘛，谁卖当然是有大人在卖。那大人卖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你不要小看了，这样一波的一个杀下来哇不得了，才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就跌掉100多块，十点都百几万那急杀下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能够去抢吗？能够去抢吗？你要好好想一想如果有反弹上来渴望反弹上看到哪个地方那么包括的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巨啊、齐力新啊，或者是华新科等等，也都是一样为什么像这些的一个股票我们就不会带会员朋友去抢？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带会员朋友买进哪些股票？虎虎生风啊，广岛之恋啊，生生不息啊。四季钢铁人啊，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高档开心加码单，开心获利换口袋，基本单设好停利就可以了包括的一个这样工业电脑的一个蓝猪涵啊，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锁定的都是最具的一个这样前景展望的一个股票包括的一个深空元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康控 KY 也是啊，你看啊，像这种股票为什么今天还会下杀跌停？你自己好好想看啊，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能够去抢吗？为什么它今天能够下杀跌停？如果你手上有这样的一个股票，你怎么办？不只是这些啊，
哦，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个华为概念股啊，甚至包括的一个有些的一个散热模组啊，哦，也都纷纷的一个转弱的一个下来，哦，以及啊，包括的一个铜箔的一个基板，哦，在这个地方啊，有没有机会做反弹？哦，甚至包括的一个低润的一个族群，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股票，你要怎么做啊？哦，把你手上持股带到会场上来，哦，很重要啊。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哦，你今天只要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你看我三月份呢、啊，我带会员朋友啊锁定的一个华汉，当时135，那现在来到多少？327。你人生只要掌握一档股票，你看财富倍数翻，真的不是梦想。哦，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价差达到1.42倍，哦，我相信你都看到了，我都是讲在前面哦。哦，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也都可以帮我做见证，甚至包括的元气小子，我嘛打一公，要打开播完给播在口。哦，你可以看到都是 Telegram 无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档股票，从二字头带会员朋友买进，现在来到多少？来到六字头，价差达到多少？1.79倍，哦，达到1.79倍，哦，都是事先讲在前面呐、啊。啊，你有做没做？我唔知呀。如果你今天有跟着我们脚步，我恭喜大家。当然，这些的股票大涨上来，你放心啦、啊，大师兄不会带你去追高啦。哈。那包括的一个，包括的七月推荐股的一个元展哦，元刚的一个马吉好兄弟哦，你可以看到这两的一个股票也是大师兄在《工商时报》领先市场跟大家说分享的股票啊，从四字头啊来到多少？来到111哦，这样的一个价差都达到多少？都达到1.7倍哦，虎虎生风，我相信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从135块锁定8月份的代表作，然后一波大涨来到180.5，我高档开心获利出一半之后，高出低进，昨天下杀买回来，今天持续怎样开心大赚。还有户外休闲节7月推荐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预期啊，你看看那我从102都有证据会说啊，都有讯息为证啊，102买进啊，甚至啊昨天下杀，我问你谁敢买？哦，你只要跟着我们脚步，你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你是不是又能够开心赚？哦，一击必中，我就跟他说过，趋势没有改变。哦，策略买黑不买红，买黑不买红，有拉回，你要怎么样来做操作？包括的一个广岛之恋也是一样啊，你可以看到昨天下杀谁敢买？我从105块带会员朋友买进，你看今天持续亮灯涨停板，啊、哦，连续的一个三根的一个涨停板，价差都超过多少？都超过40%以上，哦，都领先市场。啊，讲在前面，甚至这一档的生生不息也是一样啊。你看啊，我昨天呢、啊、几乎买在最低点，昨天下杀我几乎买在最低点。我第一次买在24.2块，昨天下杀又来到我的成本，我买在24.3块，多一毛。今天马上怎样涨停板？这都是刚刚开始的一个股票啊。那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呢？有一档。就要让你可以翻身致富的股票，元刚接班人，哦，那这是哪一档股票？你不用猜，来会场你就知道，哦，只有现会场才有，哦，所以在明天啊，早上中立啊，下午台北这两场的一个讲座，哦，非常的一个重要，哦，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想要把握，哦，这一档的一个元刚的一个接班人，哦，甚至。哦，元刚哦的一个接班人的机密报告，老师都还会精心准备一份的机密报告给大家。哦，你只要加入我们 Line 的或 Telegram， 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你就能够免费参加。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特别是在盘局出标股啊，小鬼当家的一个行情的过程当中啊，中小型的一个转机股。这就是大师兄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啊？工商时报啊，真的是恭喜啦，我们这一季又冠军了。哦，这一季又冠军了。哦，工商时报绩效竞赛的八冠王。相信大师兄选股实力毋庸置疑啊。哦，做对做错真的是会差很多。如果你还没有跟上大师兄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真的是要赶快。特别是明天这一场的一个讲座，中立跟台北的一个讲座，大师兄将跟大家来分享下礼拜到底还有哪些的一个股票哦，能够持续的一个飙涨停飙涨停飙涨停，你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那么在
明天这两场的一个讲座，你就不能够错过，大师兄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想把握的投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 Nine 或 Telegram， 直接在线上预约报名，或者是你直接打电话进来，直接打电话进来，23219933，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把电话打通，然后跟我们的一个助理讲，我要参加陈老师大师兄的一个讲座，看你是中立还是台北，你只要跟我们的一个助理讲，那么。好康诶，明仔大师兄上好你哦，更多台面上不能说的秘密哦，都会在演讲会场上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02-2321-9933，空02-2320-9933，好你赚啦，轻轻松松，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见了，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